怎么会这样呢？ 哎呀，电话也不接，到底怎么样了嘛？怎么不行啊？快点，快点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告诉他吧。哎呀，真是自找麻烦，真是。你想知道什么？理由？总该有个理由吧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嗯。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你自以为自己很了解我。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，就是因为你不了解，所以你看了本应该让我看的东西，就为了这种事情，你要把项链藏起来吗？孙宇轩，我知道你很替我着想，不过我不喜欢你去做一些我没有让你去做的事情。 我看不惯，这就是我跟你现在的关系。哼，这一整天，我都没有停下来过，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，没有喝一口水，没有吃一口饭。 我就是不停地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。OK， 这件事情可能是我太过分了吧，我知道了。这些钱你拿着，去吃点好吃的东西吧。 就要开始了，明明，你为什么这样？郑浩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替别人说话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 那么，在祝贺世界顶级钻石公司进驻中国的同时，请允许我向各位推出今天我们产品发布活动的一个焦点，将要为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传播钻石之美的 Tiffany 钻石的形象代言人，代表中国女性的钻石女王，明明小姐，有请明明小姐。 请明明小姐上台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首先，我要说。 我能够很荣幸地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要好好感谢赐予我这个荣幸的 Tiffany 公司的总裁 Johnson 先生，跟各位来宾，谢谢你们。我很希望我自己就像我所佩戴的这款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，把我身上最优雅。 最闪亮的光芒传递给大家，也希望促使 Tiffany 这个品牌能够在全世界，让全世界的女性都能够喜欢 Tiffany 这个牌子。谢谢你们，妈，找到了。
是谁啊？放心吧，都撑过去了，没有被开除，所以以后妈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去医院了。嗯，孙宇的布鞋穿旧以前就可以买新的了，我会赚很多钱的。还没有吃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嗯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吃。嗯，拜拜。啊，我想躲到这儿来自己吃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傻瓜，你可真行，这样都忍下来了。你给我真吃饭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都喷出来了，真是。喝吧。你应该把钱丢给他的。我会收下这笔钱，因为不管是掉在地上的钱，或是刚刚从银行里面印出来的新钞票，价值都是一样的。买米，买球鞋，交房租，我需要的不一定只是干净的钱，所以我就捡起来了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切，难怪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不顺眼。我看你也不顺眼啊！为了今天的活动，我费了好大的心血，全被你搞砸了。难道要我道歉啊？算了，就当扯平了。才不是嘞，是我吃亏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吃亏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嗯。原本啊，只是想办一个简单的鸡尾酒会，但是公关公司临时决定增加了一项活动，这项活动将要与鸡尾酒会一并在室外举行，所以我就先请各位到室外去吧。啊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先出去啊。明明，恭喜你啊，刚刚上台的时候太漂亮了。谢谢波波老师。明明，你刚才牵郑浩的手什么意思？有吗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可能是他把手伸过来，我就牵了。怎么，你也有伸手吗？我下次会注意一点。